得落点哦。来，谢谢大姐。来，来，退点，然后放哪个几个？来，谢谢。来，小腿过来嘞。来，刚退点，刚退点。来，要吃土豆一千块，我都一千块来。来，土豆一千块。我讲啊，土豆比鲑鱼比蒜哩较贵呢。我讲啊，飞机卖花卖一千块，较济人买。来，五百块我都。五百块来，吃白吧。来五百，这是在那边两百块而已。来三条，你来。来五百块，来这条我你来，托车有人要等吗？人数不够，占六休六，哎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过来要等多少吧？三条来，四条来，五条，我四条你啦，都要快点收。来托车五百块，要小姐吗？还要吗？五百块。五百上上铺要吃多少？一家多。我以前卡过安关哨，动到动六。反正四天五百就已经没有赚钱了，不差这一天了。来五百块，你来五百块，拖车来。这正的拢是假的哦。来五百块来，五百块最后两个。然后隔天，下哨就是睡到爽。最后两个了，最后一个要拖车来五百块来。来五百块，个人无买着拖车哦，好紧嘞。我你买哪位啦？哦，安尼，来老王，我带埋几个新产品啦，来啦，新产品甲吹出来，我新产品足多，你逐礼拜拢唔捌买着，来属于排骨咧，是啥？我讲啊，你们搁开三百啊？这一斤三百块啊，这其他多少斤啊？阿拉斯加鳕鱼排、香脂鳕鱼排，回去煎煎去都没有人想要聊天了。不买三百，只要我买两百块，你绝对买无。只能三十块了，七个人家俩，这样买一件来一百块了，一百块学一排，买一百了，两块拿钱，两块拿钱，七位而已。谢谢，停好，停，你等来，你等来。三个。哦，等来。哦，大姐，等一下，学一排，我全放好不？等好了。等一下，没有拿钱的，稍等一下，我找找看啊。来学一排来，来一百块。下礼拜才会有的。然后闲着拿东西条，来，来，再讲韩式烧烤猪肉的来，平底锅，烤盘，韩式的哦，收一下，它不会辣，它只是有韩式的味道而已啦。来，韩式味道就是。酸辣的、哦、有泡菜的味道，这样来，我接下来五百块，一包一斤的，袂细包呢，很大包呢，两包就两斤啊。平底锅把煎煎了，来，我接下来，免五百啊。来哦，大家好，开始哦。查甫人讲这边哦。一讲就是我讲袂清啊。好，烤肉我准备啊，做咱饼饼啦，有啊。今天哦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多几个人给来三百块我来。韩式烧烤猪肉真的好吃，来三百块，这你唔是要饮酒啊？这，你爱比剩钱剩剩，结果无要还，哈哈，这暴金暴利。他给我叫啊，两斤三百，你真正当做买会了？来，各位开始恁的想当初进。有啊，五个人加吃都，不是五百，来三百，三百块，真正好吃，我让你买袂后悔啦。你吃着，你会搁转来找我尔呐。我唔是卖你相，物件搁好吃，来三百块，最好两个人加，还是烧烤猪肉，三百五百就平手啊，来三百块来，最后两位了。对，这个口味很好，真的很好吃，最后一位了哦，来小姐还买一份吗？还是烧烤猪肉，回去用平底锅煎一煎哦，用气炸锅都可以啊，气炸锅没有平底锅啦，他们烤盘都可以。来，我们进来三八，一样三饼够吗？哎，三八拢完哩，啊，无卖两包无，来三八块拢卖散啊。三八，我谈得快一点，都卖不完，赶紧出价，三八块我来。等我哩，卖完你啦。我讲话侪，你就提话侪得。哦，你卖个问我啊，几包啊，还是偌济啊，偌重啊，卖个问你就问题啊。来，阿、啊、要食阿哥年鱿鱼哦。来，龙凤腿剩几包啊？要老配两份。啊。没有。阿哥边无？哦，放在四角板啊。龙凤腿，真正好食，有猪肉跟鸡肉。哦，所以叫龙凤腿。如果真的。我前面去是要用福建面的啦。
你如果想要开店的话，所谓的开店是什么？我说的是云端厨房。你把这边的货卖一卖回去加热，放在台北市上架 Uber Eats 跟 Foodpanda， 你根本不需要会煮东西就能开卖，因为什么都加热就好了。来，好，谢谢。你有卖掉了？没有了。来，五个客人，大家送我杯水机来。来，你有二两鸡腿。你顶多会切东西就好了。然后会混搭东西在一起，然后你就可以在台北市开乌龟池跟富平达。来，大哥来，来哥起来，来大哥来，谢谢。来包里，来松叶蟹脚粉，来三八贝，来冷爆过来，赶快啊，拿钱，快！一盒就110了，两盒220，卖你200块，小人二十，你免招来招来还你。你去吃超商路那边啊，来三条，你来200块都。安内你就无得买啊！来200块，三盒200块，太便宜了，又好吃又便宜。来每个礼拜六日，哦，后天开关时间开来个加阿伯安尼啦，来200块够三百块了。哇，我小凯啊，乖，你是要银钱哦，我是不是啊？哦，而且你可以算一下，这边的东西弄一弄，你可以卖早餐，可以卖午餐，也可以卖晚餐，宵夜也没有问题。我一个晚的啊，春娇。没有了，铁板烧在用的铁板烧。你如果要认真赚的话，可以找一些朋友，24小时轮班，所以他才叫铁板烧。24小时都可以卖产品。都好整，一个就是啦。来，别吃，你别烦恼，真未食。没关系。啊，一个人一顿分一袋带落，也未讨债，也未讲吃无够，也未讲吃无完，来十袋送去。免500-400，来300块成交价，要来这两袋，我请你。鲑鱼没有了。小龟剩下这里哦。铁板烧龟也剩下哦。我看下几号了。我看几条，12条啊。对啊，12条啦。来，300块来。来。对啊，你是不是要鲑鱼？较紧嘞。2个。二啊停。2个。3个都。3个。你买几号？我收钱啊。无卖伊就艰苦你。4个都。我说真的啦，刚才鲑鱼我也是卖300啦，可是哦，这一份里面少了几块啊，所以我每当哦，加个百分之3%，这几天的大礼差不多，来你有没小龟，我送你一片大龟，不是500，来300块都，买着啦对吧？你现在做大杯，你不知道吗？不是這樣，來大姐來，我在這裡看旁邊呢。來，還一個誰呢？我這裡。對啊，來這兩條呢。先生你打先。欸，就在我面頭前，啊，吃青菜啊。有啊，大家都幫我捧場，感謝。來，啊，要吃蝦啊，來。有大杯嗎？真的很大隻，而且超甜的，我們自己都有吃過了。一個人叫人開500，不用為了你大家都買得到，我發現不要花500。但是你爱吃蟹啊，你最好买两个哦，买3份也无紧哦。来，一人收300块，来200块。较侪人买，来200块，来来摆设。这盘卖6个人去，第5个倒拢要收这大只的。这比社会呢，全部4个客人吃就好了，这一盘通通给你们了。来，一人一份，来200块。我服你，我去分，这盘卖多1000块。2分。好，我知道，来打你100块。谢谢。来，稍等一下啊哈。来1000块上来，来一份就好了吗？来这里，来这边走啊，来台北。